好了，我选我的儿子。我们每一个的脸在激动，搞得我笑。我告诉你，真的都是这样子。下面我们通过三个游戏来决定上半场六首歌的排兵布阵。第一轮游戏，赢的人可以决定要上场的是哪两首歌曲，且在第几局出现；而输的人，他可以决定这两首歌谁先唱，谁后唱。第一个游戏可以开始了。歌手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体能都非常好。93年的时候，在 TVB 的翡翠歌星贺台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歌手边唱边运动，那个是谁呢？就是 Sally 姐。啊！哇，好快哦！我就算不唱歌，这样做都够费劲。确实，摸摸这个就知道了。我的，你教教。我也都九分给。海妹，我也都有九分的。准备好了，莎莉姐。好，我跟你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派林子祥。哇！来跟大家说。我老公唔得咧，你唔好揾我老公啦。哇，好了，我选我的儿子。赵丽姐，来准备，音乐起。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走。哇。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r daddy and your anybody wanna even can tell me that I said i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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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哎呀，我的妈呀！这很不简单啊！不简单！我的妈呀！好犀利 ！Oh my god！ 好厉害，你做的很快！哇，犀利！哇 ，very good！ 那我们来宣布一下双方做了多少次，好不好？好的，曾比特做了36次。哇，哦，好，不错。赛丽姐应该是做了30。二次啊！获胜的是我们的男队。哇，这个很长。哇，一听单车就总是会想起爸爸，接送我的场景。初中我也骑了单车，而他还是不放心的，让伴着他去骑。然后高中的时候，他坐公交车，他还是骑着那个单车到公交车站去接我，想着听着就不觉得就湿了眼眶，就是他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就是长大了什么就一直在长大，然后爸爸也是骑着那个单车去伴着他去接他这样，哦。他又画了一个画，又画了这，那画这个没有胡子的。我们可以写一些东西给他，写一下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想要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或是我们两个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好了。我画完以后，节目组可能就不要我，我画工太差了。啊，那我想想。你的字写很好，这个不是字来的吗？不是，你这个字写很好。
我像小学生。这个就是迷宫嘛，那个迷宫来的。对。那么我们在，在这个人生里面都是像要跑一个迷宫，希望他开这个单车可以从这里开始到这里。这就是人生吗？人生要跑吗？不过不会一条直路的嘛。哦，这人生就是很多的波折。我画的对，你要跟着那里跑，对。哦，对了，我可以画很多路的，不过呢还是要走啊。耶，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哎，出来了。耶，虽然要赚很多曲折的，对，一条路，不过还是从头到尾好的。嗯，好不好？好。嗯，看到吗？我破解了 Lam 哥的迷宫。他说的就是人生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就有 start 有 finish 的一天，有直路有弯路，但是日子就是这样要过的，然后加油就好。我想问你，你有了这个头发多久啊？这是2019年10月到现在。你妈喜不喜欢？他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在想，哎呀，就是，这父母就比较想说，这儿子就，比较整齐一点。哇，一回来看到你这样。对，就这样的发型，他就搞笑又无奈这样子了。因为我小时候是，不是我天然卷的，小学到我中学毕业之前，我都是大概头发都是。就剃光了，就很、就很短很短很短。我就想看一看你不是这个头发是怎么样子的。来，恩哥，你看，对、吧？短头发。你短头发真的有一点像我的儿子哦。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像你的现在。可能现在瘦了一点，那时候比较胖。对，不过我拍过一部戏，就带了一个假的，就是这样。真的吗？对，1976年我没这样这个头发。这感觉好像蛮适合你的，林哥。啊，对，就我们之后可以尝试一下，你也戴爆炸头。哎呦，现在不行了，哎呦。爸爸，来！哦，我还要 pose， 我忘记了。嗨，我的杨德。哎，等。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你这个歌你表演过很多次，你有跟林忆莲，然后有跟王菲，那可是我们跳的怎么样？You guys are great. 真的吗？ Yeah， 而且很厉害。我们来跳吧。
个舞蹈律动很高，没有停过一秒钟，很容易会喘气。莎莉姐真的很厉害，这个气要很够。莎莉姐非常年轻，然后一直都很积极、很嗨的一个状态。有一些地方空下来了，我不知道要不要补一点东西进去。很重要是我们三个人的默契，我在想不要唱的跟他一模一样，大家跳之前一定要拉筋。哇，真的好多好多语音哦。萍萍当时接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我也蛮开心我能够唱这首歌，而且就是跟两位合作的。对，因为就是爸爸棒棒爸棒爸棒棒爸啊，我要阿丽阿丽阿丽。你要见那个 from me， 哎，你可以就是兴奋一点，兴奋一点。反正我们每次偷瞄对方呢，就是那种，嗯，对，偷瞄。你一直让我看你，然后我又不好意思看，我说我在台上 OK OK， 对，但是私下我真的不太敢。然后就是你太热情了，我有点招架不住。5, 6, 7, 8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And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you. I've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re's... 哦，我已经呼吸了，对不起。再一次，再一次 ，Ready? What? Yep, one more time. 1, 2, 3I'm the girl for you, and so you better fight to face it. If you ever lose my love, and know you never can replace it,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e and care. And I trust for you to start and love,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give me a little jump, love me,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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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And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you damn bitch, I got to where I want to,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re's what I tell you. I'm the girl for you, and so you better start to face it. If you ever lose my love, I know you never can replace it.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ing and caring. It's over here, it's harder than enough.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give me a little joke of them,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还有气，我告诉你，还有气。你们都有做运动的吗？我只有打高尔夫球，我本来打羽毛球，现在老花看不到那个球。我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也是打出去，打出去，你球在哪？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到。那怎么 keep fit？ 我走路。但是我平常没有气，我大概上了台就没气了。我现在下台都有气，上台就没气了。我很紧张，我很紧张，嗯，很害怕下面的节目。莎莉姐是 pro，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我现在觉得我进了那个幼稚园，重新来过，是重新来过。现在感觉蛮新鲜的哦。Yeah, it's really 我真的没有想到到这个年纪还可以。我在想我这个年纪大概在种花。我屁股都是痛的。我昨天要那个按摩师按了三个小时。哇塞，我屁股痛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舞蹈真的难了，全身痛。行不行？这个就是健身操，爸爸。对他没有停过，一直这样。爸爸，跳完不会喘吗？就是后面我很累，后面还要互动，真的是要命。可以啊、其实我是应该是说最顽皮的那一个，你很可爱，你没有觉得没有想到我是这样子，其实你也是这样子的啊。我是看了那个节目就我原来我跟你的个性很像哦，其实就是顽皮，你平常不太讲话，可是你很顽皮，脑子里面很多话，对，好搞笑啊，真好搞笑啊，他。
哎呀，测半个小时。好，那我们跑步，跑步，跑步。哎，我昨天晚上看视频的时候，然后我都觉得很兴奋。哦呀，好看的是不是？嗯，很嗨呀。Ready， 蹦蹦咚，蹦蹦哒哒，咚咚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哒哒。我要你的，哎。还吵起来我我我要我要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咚咚叮当叮当叮当咚咚叮当咚咚叮当咚咚叮咚咚咚叮啊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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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的脸在，你这样搞得我笑，我告诉你，真的都是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拼了后面，今天拼了，非常失败。昨天还流利。哇，有点有点，哇，我的天哪，太夸张了吧！所有的歌迷，他将自己喜爱的歌，还有自己的故事。写在纸上面，我看看有没有我们的。在这里我看到了，是。或许你永远不知道我爱你，直到今天我都爱你。哇，好滚动哦！我跟你说，咏一首歌，每一次开演唱会都会唱的，是给观众，观众也会给我，所以那个是互相的一种力量感。我喜欢杨千嬅，我暗恋八年的男孩也喜欢他。2019年，杨千嬅开巡唱了，鼓起勇气约那个男孩一起去看，可是演唱会的前一天台风来了，他给我发那个消息说。我想了一想，就回复了一个好，最终确定独自一个人去。当千嬅唱起《勇》的时候，我在全场大合唱中嚎啕大哭。这首歌见证了我八年来的一腔孤勇。哇，我。我真的会起爱一点八年呢，港乐的一个精神就是可以记录人生，我觉得是很荣幸。20多年了，大家对自己的一些人生分享还是可以联想到我的歌。当年的那首歌是一个电影主题歌，这是关于爱情的勇敢。但是走到我现在的人生，我最大的感悟是一个女生的勇敢到底是什么。不管在爱情上面、工作上面、人生态度上面，他们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之前听过他在歌手里面的很多演出，然后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诗人的感觉，就很优雅的，然后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还有就是很有性格的。就那种声音。你听过他的粤语哪首歌吗？粤语一生中最爱我听过了，然后他跟萧敬腾的那个水中花也听过。您觉得怎么样，他老师的粤语歌？哎，我觉得音乐不是单从那个每一个咬字来衡量就是好跟不好，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唱每一句其实也不一样。在我来说，我没有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我是翻译过来就是我唱的不太标准。没有，我是觉得最重要是把那个歌的感觉唱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对，何贤老师说的对，就是说音乐文字是一个壳，音符是里面的内核嘛。除非是广州哈，甚至刘惜君他们，对，他们能够说的非常标准，我们完全属于照葫芦画瓢。
没有没有，其实口音也每一个地方也不一样了。刘惜君他们也跟我们也不一样，他想说哪一个比较好，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真的不重要。我们唱普通话的歌也不见得很标准，但音乐嘛，音乐会对音乐包容这一切啊。您觉得天哥口音是啥样的？就他自己的口音，就他自己的味道，好像从海里刚上海上岸的一个湿漉漉的唱发出的粤语的声音啊。对。那我们还蛮好奇的，就是两位老师为什么在上次选歌的时候会一起合作呢？在网上之前好像看过一些这种网友的这种热衷哈，希望我跟可晴老师来合作一次。我也本来也很喜欢他的声音，这么多年乐团的形象，所以我们顺从民意，然后也遵循内心的感受。我本来我就知道这个节目其实就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别的歌手合作，然后坚哥肯定是其中一个我非常渴望可以合作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幻想，就是我们两个人如果是要唱一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声音配搭上是怎么样呢？我是觉得，应该是很有新鲜感的，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发声的方法其实不太一样，所以这样的加起来会有一个化学作用。内地和香港的饮食也不太一样，导致我们发音方法也不太一样，对，讲话的方法也不太一样。你会觉得网友们为什么想看你们的合作呢？那肯定希望这种好的跟好的合作嘛。说中了。克勤老师说中了，也是这个才形象啊，才艺俱佳哈。哎呦天哪！今天尤其把这个幼年时候照片一放出来，更佐证了我们对他的看法。你看从小就是很精神很帅啊。他其实最早出现其实是在我们内地看是当偶像派的。就是他有偶像的外形，在唱《深深深》的时候。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深深深。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这个太开心了。不，真的。这个太开心。好久没有人这样说。那时候眉毛很浓，然后这个头发有点卷发，一看就广东。两宅呀、我会把这一段剪起来，然后就真的，这是很好的。我记得是在叫什么《歌迷大世界》吧？你看这个杂志看过这首？第一次合作感受如何？感觉就是，首先我在内地很少碰到一个没有卫星的，朋友。我也很少，碰见。所以。开始是有点，那这怎么找他了？然后因为那个歌我们其实需要谈，结果我们在通电话。对，我一点不夸张，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什么会议电话，很多人一起打这个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对、啊。克勤是比较好合作的，因为他首先是成熟的歌手，你一讲啊，就完全都是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说这首歌曲相对比较安静哈、翻唱版本都比较静。那我们既然是男生，两个男生合唱，给它变得大一些，有力量一些，在这样的一个总的基调下，他一下就是很明白，很同意啊。音乐观嘛，这叫音乐观，是音乐的审美观，的确没有任何没什么困难和阻拦。两位老师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默契的地方？感到默契，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充满了默契。对，默契我觉得也不是在就是在舞台上面，比如说我第一次在这一次这个生生不息的从我们第一天的拍摄开始，已经我觉得其实我跟他是可以搭起来的，是可以怎么说呢，从大家谈话或者是在话题或者是一种感觉来的，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不一定要每天的吃饭，然后要这样的。我觉得在走出来，然后在舞台上面就很容易，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比较容易去配合的歌手，所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都比较温和，没有这种强势和攻击性的人。对，比较温和的人啊，而且我们基本是同龄人，就一个年代的，所以很多事情是不言而喻的嘛。老师们就是。
听这个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比如说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想到就是自己什么样的故事什么的。风雪，风雪，还有我很喜欢他最后写了两句，就是就让风雪化成一道道彩虹哈。对对对，那个两个 melody， 我觉得就怎么画龙点睛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那个歌，我觉得如果我们来唱的话，我必须要有一个是我们两个人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版本，有张力的，对，让烟花更上一层楼。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很想就为自己帮自己加油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在 KTV 里面很多，我听过很多女生在唱，男的很少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男生要唱的话，原来的那个版本实在是不太男生的。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男生的版本，因为男生其实就是太平太淡的感觉就不，还是需要点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不错的。这个、应该可以达到大家男生的那种，原来风雪可以就这样的。可能我们这首歌演完之后，放到 KTV 之后，唱飞得更高的人可能少了一点点。嗯，汪峰老师，对，得抢他点啊。建哥之前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其实第一次看好像是花火，不太理解花火是啥意思。在我们东北没有这个词。克勤老师能解释一下吗？花火现在明白了，在粤语我们也不会说花火，就是接下来才会了。这口语就不会。你怎么念？没有发佛啊，口语是没有发佛。那口语有一词，有个别的词吗？佛发，火花。火花和花火是两种事情。这是没了。所以是什么？我绕晕了。花火有点像东北叫焰火，但焰火呢，焰火指的是大的，小的不能叫焰火，在东北啊。香港也没有烟火，烟花，烟花，烟花啊，烟花，烟花，我们东北好像就没人说。您不是上过日子玩吗？呲花，呲花是什么？呲花，呲花就是啊，仙女棒是吗？不是仙女棒，所有的能够就那种火焰有花火的东西，统称叫呲花。呲花里面比如分。彩明珠了，夜明珠了，滴溜尖了，窜天猴了啊，分很多种。这你都不懂，这都是小五金，小这送货郎，对。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少了你的陪伴，我变得更加勇敢。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
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来爱护又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在心里面将你记住，你会不会看到？如你所盼，我会很努力的过好每一个明天。